戏游丝啦，戏秦仲啦，现在大家朗朗上口都知道嘛，但其实幕后还有一个先驱者，大家比较少提到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郭大开讲。好，今天郭大跟大家分享的是雅典表 Marine 航海系列2022新款。那照例呢，我们在聊表之前呢，先跟各位做一点背景介绍，要跟大家聊一聊细材料在钟表界的应用。那雅典是先驱，把时间追溯到1998年的时候呢，雅典表厂里面有一位很年轻的这个制表师，他发明了一个卡罗素陀飞轮。好，那也得到了这个钟表的大奖。那这个设计出来以后，总裁看到就觉得啊，这个设计很棒啊，所以就希望说把它量产以后上市。因此他就找来了欧克林博士。那欧克林博士就是1989年雅典所推出的一系列时间三部曲的幕后催生者。那欧克林博士设计出一个所谓的双向擒纵装置，其实这个装置就是源自于宝玑在18世纪所发明的这个所谓自然擒纵。擒纵轮、擒纵叉的样式很特别，而且它需要轻量化、高硬度这样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材料去制作，才能够达到雅典所要求的够创新、够精准、稳定性高 各方面的要求，需要一个新的材质来制作。刚好欧克林博士跟瑞士的 CSEM， 就所谓的瑞士电子跟微技术中心，在合作研发细材料。哎，这样一拍即合，这个东西来应用在手表里面，应该是一个完美的搭配组合。可很可惜，就是说他跟 CSEM 的合作过程碰到瓶颈，需要资金的挹注以后才能够继续下去，后来只好分道扬镳。那 CSEM 就是找了后面找了三大金主，就各位后来我们知道的巴拉菲利啦、劳力士、施瓦集团这些啊，所以才会有2005年巴拉菲利的时候细秦仲的腕表的问世啊，这是另外一线，我们就先放着。那回到欧克林博士这边来，他回来以后呢，他找到一家一样在1998年新创的公司，专门做这方面领域的啊，叫 MimoTech。他合作以后很快就获得一个高度的进展，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马上就研发出了所谓细游丝这样一个物料。那个新设计的卡罗素陀飞轮腕表呢，其实就是后来的 Freak， 他们也制作出 Freak 所需要的这个擒纵机构的零部件。2001年的时候也根据这样一个基础呢，推出第一代 Freak 腕表，里面就是装置的新研发的利用细材料去切割而成的擒纵轮、擒纵叉还有细游丝，推出了第一代的 Freak。 因为在2001年就发表了，因此领先的同业，我们才会讲雅典是钟表史上细材料应用的先驱者。2006年的时候，因为跟 MimoTech 的合作已经非常的密切，因此两方面呢就合资成立另外一家新公司，叫做 Sigatech， 也就是现在专门帮雅典表制作这些所谓的细物料一家专门的公司。后来呢，在2007年的时候，雅典开始研发自有的最先进的，为了符合21世纪的新机芯，命名为 UN118。 经过5年时间，在2012年研发完成问世。那这里面搭载了几个新科技，第一个利用 DiamondC 所制作的擒纵轮、擒纵叉，第二个细游丝，第三个自行发展的惯性补偿的摆轮。好，郭大再解释一下什么叫 DiamondC。经过我们刚刚讲的前面那个一个很长过程的，在研发细材料的时候，雅典发现到其实有一个物料比细更好，就是钻石。论坚硬度、轻量化或低摩擦系数这些稳定性各方面来讲的话，其实钻石都是一个完美的物料。那只是说过去钻石成本比较高，但是因为这几年来研发过程，他们取得一个最好方法，就是把钻石跟细材料呢两者做结合。怎么结合？一样是利用做基底电路的这个晶圆方式呢，去切割出细材料的这个零件当做基板，然后在这个零件外层再包覆上钻石的镀膜，让它可以达到跟钻石同等级的这个高硬度、低摩擦系数，然后轻量化又非常精密。所以呢，在2012年所推出的 UN118 的自制机芯呢，就包含了这样一个完美的心脏部位，再搭配了细游丝跟使用四颗螺丝所惯性补偿很优异的摆轮。好，那除了这个心脏部位很强以外，接下来我们从这个机芯的外观来看它，
那我们可以先看到雅典的标志，船锚是立体雕刻的自动盘，而且这自动盘上面还有很特殊的纹路，就剑科打磨，然后中心还有一个蓝色上漆的这个雅典的标志。那如果你是 K 金版本的话，这个自动盘还会用22 K 金去制作哦。所以你看啊，那第一眼你光看自动盘它就做得这么精致，再把自动盘拿掉，可以看到它竟然是用了所谓的啄木鸟系统的高效率的一个上链方式。它主甲板上面有环形的波纹打磨，然后它边缘那个优美的切割的曲线都有做倒角修饰，包括螺丝孔也是倒角，然后呢用了蓝钢螺丝，它还有高达60个小时的储能，4赫兹的28800转的一个振频，所以我们说它是符合现在需求的一个新一代的很优异的机种。这个 UN118 呢，也就是应用在我们今天 Marine 航海表身上。好，那我们看完了机芯的部分，我们要回到手表的外部设计。 Marine 这个航海系列呢，可以说是雅典表的当家花旦，它最代表性的款式，因为雅典是以航海中起家的嘛。那这个手表外形的设计其实就源自于航海中，表盘的辨识度就很高，它的小三针特别大，这是因为航海中是一个精密的机构嘛，故意把秒针盘做大一点，让你可以做精密的计算。在12点位置呢，它有个储能指示，让你随时动能不够的时候赶快去帮它做上链。上下储能跟小秒针盘的一个编排，再加上中央的十分针，这个编排方式呢就是航海中的基本配备。接下来呢，帮各位介绍一下每个款式哈。第一个款式呢，基本款了，入门的就三针的表款，中央的十分指针，然后6点位置的小秒针盘，然后12点位置的这个储能指示。那各位有没有发现到颜色很特别？有没有熊猫表？刚好因为我们有两颗眼睛啊，一个是储能，一个是秒针嘛，所以如果各位把它横着放的话，哎，是不是也一样也是熊猫款？再附加了秒针盘上面还有一个日期窗，所以这些都是很实用的功能。好，那第二款式呢，雅典也是很引以为傲的两地时间。早期我们说18世纪通常一个船都会带两个钟，一个是出发地时间的，一个是当地时间的，所以它也要是两个地方都要知道。那因为这样一个习惯跟这样一个缘由呢，把两地时间当作主力，所以在表壳侧边这两个快条的暗板呢，也是雅典的专利，去快条9点位置的这个第二地的时间，很方便迅速又好操作。然后再加上这个两点位置的大日期视窗，它在盘面上也是一个很均衡清晰易读。当然里面所搭载的 Calibre 334也是我们自制的机芯，那一样具备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优异性能。好，接下来第三个款式，郭大右手边这不锈钢搭配蓝面，这是去年的款式，今年新款是左手边这一款玫瑰金搭配白色的盘面。这两款月相表郭大也觉得设计得很棒，因为我们在不破坏原有航海中这个面盘布局情况之下呢，精巧的把月相安排在6点位置那个大秒针盘里面，又多了一个很具有立体质感的月相盈亏显示。郭大觉得最棒的一点是，本来我们在一般的款式上6点位置还有日期窗嘛，那我们把它取消掉，所以呢这个月相显示其实你这种表冠可以直接调，你不用像一般的表在那边隐藏式按钮有没有这么戳戳戳，不用，它是直接用表冠去调的，就像你调日期一样那么方便。好，最后一款呢是用利用不锈钢材质搭配了白色大明火珐琅面盘所制作出来的托夫人腕表，那么有别于去年所发表的玫瑰金搭配了黑色珐琅面盘，今年这个是没有限量的，而且价位上又更漂亮，所以郭大觉得它很值得推荐。重点是呢，这个运转很流畅，那视觉上毫无阻碍，看起来翩翩飞舞的6点位置的飞行陀飞轮，主要有两大特色。第一个，它是视觉效果很棒的一个飞行陀飞轮。雅典表为了让它的视觉效果达到极致呢，它的框架非常的纤细，而且它尽量把这个支架呢精简到最低的程度，在雕琢这个框架的同时呢，还把它做成指针的样式，它也可以当作秒针，所以它是多功的，既纤细运行流畅，又兼具视觉效果，还具有实用的这个功能，它就是一个秒针。但最厉害的重点在于它还是一个恒定动力的陀飞轮，而且它跟一般手表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的恒定动力不是坐在三分车四分车，而是直接坐在陀飞轮里面。好，那更技巧是我们刚刚讲到雅典身为细材质应用的先驱者，它这个恒定动力就是用了一片
细晶片，经过精密的运算以后，去切割成一个很特殊的样貌，让你的擒纵差达到一定角度的抓放程度，固定的角度去抓放，形成等于是你从发条盒传过来的动力是 一致性的，是一条水平线，是均等的。那以此来达到我们所要求什么高度精准的一个目的，把这样一个这个恒定动力跟陀飞轮做结合呢，我们说它是一个相乘的作用，相得益彰，因为两者都是为了精准度而来的，而诞生的，而且又把它做在一起，它兼具了实际的精准度的目的，第二个呢高复杂度的一个作用，第三个高精密度，手工组装的时候难度更高，最后一个所谓的工艺的表现，美学的表现，完全都浓缩在六点位置的这个飞行陀飞轮身上。当你在这个大明火白色珐琅面盘上底下去欣赏这个陀飞轮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特别美。那么以上报告到此，欢迎各位任何问题底下留言，我们下次见，拜拜。